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。朋友们，今天艾丽要做的是什么呢？玫瑰花花束。那么我们一起做一下吧。那么现在要开始做一下玫瑰花花束。不过呢，艾丽今天要准备的是不是玫瑰花？果冻。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喜欢吃软糖，对不对？颜色好漂亮吧？今天呢，艾丽用这个软糖做一下玫瑰花的，好期待吧？那现在就开始做玫瑰花了啊！那么热水呀，把这个软糖放这个热水里头去了。OK， 啊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就把这个，艾丽呢，先用黄色软糖来做一下了。OK， 朋友们，刚才艾丽不是这个软糖放这个热水里头去了吗？所以呢，它变得更柔软了。看看，好。不过呢，艾丽还是不要这个了，还是用手吧。艾丽呢，已经洗手好了。OK， 还要做了啊，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就变硬了，那就直接贴一下吧。有的啊，朋友们，艾丽还有准备了很长的吸管。哦，艾丽呢？有的，棒棒糖，哦吼，对，这样吧，这样吧。这个真的是软糖耶，喂，OK， 朋友们，噔噔，看一下，不错吧，不错吧。那么现在呢，艾丽这次呢要做一下果冻色的玫瑰花了。果冻色耶 ，OK 了吧？现在艾丽娜就做好了黄色还有粉色的玫瑰花，那么现在开始做一下别的颜色的玫瑰花啦。已经都做好了，找到这长的吸管，那要放一下这边。在这边呢，要把这个，艾丽准备了很大的这个纸。变得国画式的，对不对？中间要放进去，要用这个来记一下。又准备了这个，这样。OK， 那把这个再弄一次。OK， 朋友们，这样的话好像是穿裙子似的，对不对？不过还没结束的，艾丽呢，把这个来，哇，朋友们怎么办？看一下，哒哒哒哒，真的好可爱，是不是？不错不错不错，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做了用软糖来做玫瑰花花束，怎么样，有意思吧？那么艾丽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，更
大家见面，朋友们，拜拜。啊，哼，一定订阅我。